原标题：抗日名将孙立人。我不管什么党不党，我是一名军人。孙立人1901年出生于浙江，他的父亲孙希泽是光绪年间的举人，曾担任过北京中华大学校长。孙立人的伯父孙洪泽是光绪进士，在甲午战争之前曾追随台湾巡抚刘铭传到台湾任职。孙立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中学大学都是在清华完成。清华大学毕业后，孙立人进入美国的普渡大学就读，两年后进入美国维吉尼亚军校。孙立人在这座被誉为南方的西点军校完成美式军事教育，是军校中早期为数极少的中国人。孙立人回国后1932年加入宋子文创建的税警总团，担任特科兵团上校团长，后来逐步转为正规陆军，但一直被军界正统黄埔系视为异类，因此难以获得黄埔校长蒋介石的欢心。投奔蒋介石1928年6月，孙立人从美国留学并完成了欧洲军事考察后，回到国内对如何报效国家，孙立人自有想法。其父欲凭借皖系大员之身份要为他在冯玉祥军中谋一高职，而此时孙立人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从父思想，具有明显的洞察能力和民主意识。冯玉祥系就军阀航母，而蒋介石此时还有着郭明和命军的金字招牌，况且这时孙立人年轻心高气盛，加之又在父亲的好友国民党元老许世英的指点下决定投奔蒋介石。孙立人到南京后军界举目无亲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，担任了学校学长大队军事训练队的队长教官。孙并不看重这个学校，一心热衷于带兵打仗，他没有办法，也只能凑合下去。1928年底得知蒋介石成立新军，在孙的要求下来到了新军，并担任了一个排长。后来几经周折，于1932年调入财政部税警总团。就这样，孙立人为投入正规军队终于有了拓展抱负的机遇，任上了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，驻防江苏海州。我不管什么党不党，我是一名军人。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，蒋介石下令将税警总团改编为第八军，投入淞沪抗战。孙立人十分振奋，他临阵训话：一个军人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量就是好样的，现在就是我们流血的时候。9月30日军队在运枣帮集大场与日军正面作战，这是主攻一线的阻击战，战况惨烈，双方拉锯多日，敌我伤亡均大。在长达二周的鏖战中，孙立人指挥沉着，身先士卒，因被日军迫击炮所击中，全身弹片负伤达13处之多，倒地成了血人，昏迷三天。幸好带着钢盔，头部没有大伤，保全了生命。次年伤愈后，孙立人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抗日战斗。孙立人与夫人张晶英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，孙立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暴行早已怒火填膺，却不能去战场打击日寇，而心中耿耿于怀。然而就在1月6日至14日，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。此时孙立人正在贵州，闻知此事后感到十分震惊，他认为蒋介石做了一件大错事。我国古代孟子说过：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，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，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，古人都知道的事，现代政治家为何不清楚？皖南事变后，国民党更加紧了对军队的思想控制，严令各部队彻底清查共产党人。孙立人一生未参加国民党，对这个命令不以为然。我不管什么党不党，我是一名军人。在他的部队，他对此事始终无动于衷，
孙立人与夫人张晶英为民族生存而死，是光荣的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国夏威夷军港、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但日本并没有放松对华的侵略野心，而是把缅甸战役作为总体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战场，切断中国与外界的最后一条交通线——滇缅公路，以控制中国到南亚直到太平洋的通道。日后侵华野心昭然若揭。10日，重庆新华日报发文指出，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肯定日后对我可能进行残酷战争，可能切断滇缅公路，中国已别无他途，决定组建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。此时孙立人的税警总团已改编为新38师，并出任少将师长。1942年2月，中国正式决定组成远征军赴缅抗日。孙立人听说要成立远征军赴缅作战，认为这正是打击日后的最好时机，立即向蒋介石送上请战呈条，要求远征入缅，协助英军抗击日寇，打开通道。此时蒋正范畴调人毫不犹豫批准了孙的要求，并要他即来重庆面授。2月下旬，孙立人开始对全体官兵战前训话。他说，这次出师缅甸和英军联合作战，共同打日本鬼子，其目的是保卫缅甸，保卫云南，保卫援助我们的国际运输线。我们的部队出国是代表国家，我们与日本鬼子打仗只能打胜仗，不能打败仗。你们打死了，倘若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也要拼到死，为民族的生存而死是光荣的。3月27日，孙立人率新38师从云南安宁出发入缅，4月2日抵达缅甸，参加著名的曼德勒会战，首战仁安羌，声律鹊起。一入缅甸，蒋介石就把战役的重点交给孙立人。蒋对孙说，你担负守卫曼德勒的责任，保卫曼城和保卫南京一样的重要。仁安羌是此次曼德勒战役的关键，英军已被围困多日，粮尽弹缺，陷入绝境。孙立人亲率部队星夜兼程，冒险查看地形，于4月18日凌晨向日寇发起猛烈攻击。这是一场血与火的战斗，阵地33德，战斗一直打到下午5时，日军完全被击溃，留下敌军尸体1200多具，救出包括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在内的7000多名英军之围，还有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、美国传教士、记者等500多人，并把被日军夺去的英方100多辆辎重汽车、1000多匹战马交还英军。这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的第一个胜仗，也是此时盟军在亚洲战场上的唯一胜仗。解围的英军官兵感激涕零，高呼中国万岁。蒋介石为此给孙立人颁发了4等云辉勋章，罗斯福授予丰功勋章，英王乔治6世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。这也是孙立人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国将领。第二场缅北战役更是一场艰苦的缅北反攻战，驻守缅北的是日军第18师团。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，曾参加过进攻上海、南京等地，号称日军王孩的部队。孙立人恨极了这些日本人，他决心要在这里打出中国人的志气来。此次战斗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孙指挥的新38师士气大振，如猛虎下山，直扑18师团老巢胡汤河谷。首先一战拿下了新平阳，随后又攻克余邦。这时远征军总指挥美国史迪威将军为鼓舞士气，特制旌旗一面亲自送给孙立人以祝贺胜利。孙立人、史迪威和廖耀湘凡到过中国的，一律就地正法拿下余邦后，孙立人配合友军切断日军退路，攻占了瓦鲁班、胡汤河谷之残敌全部肃清，毙伤日军共2.3万人。
基本歼灭日军18师团，一雪两年前兵退缅甸的耻辱。孙立人见到眼前日军俘虏，十分厌恶的皱皱眉，不假思索的命令参谋，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，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，今后的都这么办。命令被迅速执行，日军第十八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了累累罪行，这些俘虏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，理应偿还血债，当然在劫难逃。据传缅甸会战中投降的上千名日军士兵以及军官统统被活埋掉，结果是日军一旦闻得新义军的威名，皆望风逃窜。1945年春，新义军兵不血刃占领仰光，缅甸全境光复，孙立人将军名震全球，成为二战中与张自忠将军齐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将领。对于孙立人将军活埋屠城南京的日军俘虏之事，新义军专门发出声明，否认孙立人将军下令杀日军俘虏，日军是自己饿死的。民国33年1942年6月25日，新义军攻下缅北孟拱城，此时至日军第15军各师军已战力残破，15军通令各部坚守阵地等待救援。孟拱城外孟拱河西南部之一处河谷，日军第53联队2000多人因等不到补给，又没接到撤退命令，于河谷中集体饿死。国军清扫战场时才发现该部此部乃遭日军遗弃，与国军无关。孙立人兵变事件1949年当蒋家逃难到台湾的时候，蒋介石见到孙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台湾安全吗？孙回答，有我在绝对安全。1955年蒋介石炮制的孙立人兵变案，将曾经远征印缅战功赫赫的抗战名将孙立人囚禁了起来。1990年11月19日，孙立人在台中荣民总医院去世，享年90岁。弥留之际，嘴巴还念着我是冤枉的。孙立人去世后，李登辉会同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在11月27日颁发金钟状，12月7日在举行告别式上，李登辉会同郝柏村班氏褒扬令，并以军礼进行了国葬，这算是台湾当局对孙立人的最后一个交代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